香港有钱过内地人四倍，网民唔掰。全球最富有经济体系排行榜出炉啦，排首位嘅当然系喺中东有好多油田嘅卡塔尔，卢森堡排第二，新加坡排第三，香港就排第六，中国咧就排咗好鬼冤嘅90啊！没有我们自由行啦，你们香港啦，完蛋啦，完蛋啦！唔好意思、哦，报告话香港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系50,000+美金，比起中国嘅10,000美金多过四倍。但网民的反应就香港全球排第六，但香港人可能是倒数第六。我穷到想要卖身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要。心中富有，口袋赤贫。香港的问题不是没钱，而是贫富悬殊啊。身为香港人的你，真的富有吗？